10月14日、15日，世界日报与华人营建工会共同举办第三届建材装修大展。大展为各种建材制造、代理、经销人士提供了一个专业平台。参展商家包括建材装潢、建材综合、空调、卫浴、石材、地板等多项领域，并邀请美国主流厂商加盟，创造最佳的交易机会。同场并举办 ADU 建筑规范应用、科技信息、产业趋势的讲座。2018-2019建材展吸引众多专业买主，订单金额大，商机优惠多，成功创造横跨华洋两界的建材交易平台。此次大展将于 Alhambra 市的 El Mansa Court 举办，尚有少数摊位名额，报名参展摊位请电323-268-4982-600 323-268-4982-600。